帮我们呼吁一下，你也要去帮我们发 T 恤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两位要帮我们发 T 恤吗？好好，来，那我们就移步到那个 T 恤区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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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感动啊！今天这么多的这个演艺同仁呢，都在这个。其实本来大家可能都放假，好不容易一个礼拜忙了一周，终于有一天可以休息。但是还是要打扮，还是要化妆。像接下来也是名模级的。哎呦，这个开玩笑，现在红到香港去了。真的，欢迎来吴雅欣同学。欢迎！哇，一个比一个瘦。哎呦，怎么那么瘦？这个只有三分之一的，我这个汉斯汀雅，真的是。来，先拍一下照片啊！哎呦，非常的高挑的吴雅欣，今天也特别为我们出席。好瘦哦！阿 K， 你知道吗？平常雅欣要出席一场活动啊，都是要六位数的。当然呢，对不对？肖哥主持一场活动，至少也要个20万啊。不会不会，东风的就比较便宜了。但是又出现，但是重点是，你知道雅欣现在是到香港去走秀，她不是只有在台湾呢，真的，上礼拜还去香港跟古天乐巨星一起同台走秀，真的吗？对呀，现在要请到她不容易，但今天也是义务的为我们苹果日报，为我们东风卫视站台，太棒了，谢谢吴雅欣，海城金沙咀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了吗？系啦系啦，下一站系东诶铜锣湾，铜锣湾系啦，请小心车门。今日天氣遠啲凍，出門要多加件衫啊！我們兩個人是有躁鬱症，不知道，好像不講話不行啊。怎么搞的？怎么会这样，焦哥？你两位很辛苦。哎呀，没有，看你拍照是一种享受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这个名模吴雅欣跟大家先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欣，辛苦大家。今天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对呀、啊，今天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，是是是，大家在这里做爱心，每个人都变得更帅更漂亮。对，你要不要回想一下，我们刚刚有在提到说，其实那个时候地震刚发生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新闻都很难过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感触？其实我感触非常的深，因为我之前其实有主持那个 Gogo Japan 的，对，哦，那你也是常去日本出外景，也受到很多日本人的照顾呢，对，是非常难过，而且尤其是东北的，那时候我去那边的时候，他们的人非常非常的亲切，是是是，对啊，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，我整个其实很难过，因为我觉得曾经去过的地方非常漂亮，非常美好，都因为一个天灾然后毁于一旦。其实雅欣又讲到一个重点了，因为其实东北那个地方啊，是你不能看整卡来收集，很漂亮，它那里很漂亮，很天然，就是。然后呢，所有的百姓呢，都是最淳朴的一群，他们也不跟世人计较，他们就做他们的农业，做他们的渔业，是，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抵抗。你看那房子都是四层楼，都是那种平房，顶多到四层楼啊，学校也就只有两层楼那种。结果呢？没想到最没有抵抗的一群却碰到了最残酷的天灾，对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应该最有感同身受的感觉。其实看新闻的时候都眼眶都含着泪水，当然，对啊。而且我觉得其实日本就是发生这么严重的天灾，可是他们却是非常的团结，很有秩序。对，这点我们也要学习，也是学习。对，那学习的同时，我们更要帮助他们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奇怪，为什么他们这个稍微打扮一下，奇怪，他们都稍微制造一下，这样子折一下。哇，对不对？就很像 T 恤，就是不一样，示范的很好啊，太好了。对，因为你说村上隆呢，不只是一个艺术家，他因为跟 LV 等等品牌的结合，他也像是一个潮流跟时尚的符号。对，所以你今天这件 T 恤，你可以说它是个潮 T 啊。对，对，你可以说，你可以说是这样，把你把它穿上去以后，你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，一个潮人呢。对不对？那就是很时尚的一个人士啊。是啊，所以像雅欣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。所以各位女孩。孩们啊，千万不要客气，最好四种颜色全部带走啦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对呀、啊，做爱心，哎呀，今天被戏腻啊，那个就是捐4-3500就可以把4件带回家，多好。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全家大小，爸爸妈妈一人一件，多开心！对不对？真的。对呀、啊，那麻烦你走个秀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你也是名模嘛。Oh yeah, here we go now. Oh yeah. 就爱你，就爱你，阿天就爱你。哦，就跳呗。哇，太美了，真的很感动哎，各位，我们主办单位也要很开心啊，
吴雅欣走一个秀啊，真的价值连城。今天呢，为我们义务，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做爱心。所以台下的朋友千万不要落人后，有些事情啊要争先恐后，真的，这种事情就要争先恐后。是的，啊，我巴不得那边赶快暴动起来的最好，对不对？一定要，一定要。我们现在民国有现在有人在排队，有雅欣待会也加入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要呼吁的吗？跟大家，是，我相信台湾人都非常的有爱心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或者是别人要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一起帮助大家。太好了，非常谢谢雅欣，谢谢大家。今天也是我看他讲话讲最好的一次，是吗？不是，你刚他今天讲话很难得，他已经在香港，香港可能会紧张啊，绕来绕去。真的吗？今天非常的流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自发自内心站在这里，以前都讲没有雷稿，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是吗？今天是真的感同身受，对，今天我们都不是艺人，我们都是地球人，好不好？谢谢雅欣，谢谢，来，请到我们的 T 恤区，好，有请。哎呦，接下来又是美女了，我只能说你留下来真的太对了，是吗？好。